恭喜理财周刊22周年，现在一次买22期只要2222元哦，还有健康好礼3选1，胶原蛋白、DHA 鱼油、葡萄糖胺任君挑选，致富关键就在理财，还在犹豫什么呢？赶快下滑填表单，让我来联系你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客新闻，我是 Cindy。 上周美国 CPI 数据、 MSCI 季度调整还有财报季已经陆续结束，多方的变数暂时告一段落，近期的不确定因素进入了空窗期，而且台股周 K 线连六红，本周将持续挑战15300点关卡。那我今天就要来介绍十档上半年财报优秀、下半年展望又良好的热门股，有兴趣的话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。我们从图表上面可以看到，分别有长荣、嘉泽、南电、华固、巨大、瑞仪、巨阳、台塑、臻鼎 KY、 南亚等等。法人表示，虽然现在大盘在震荡，但是上半年各大公司的财报已经全数揭晓以后，季报的干扰变数可以排除，盘势仍有机会持续上攻。短线上投资人可以选择上半年财报优秀、下半年展望正向的族群进行逢低进场布局哦。最后提醒投资人，理财需谨慎评估，祝大家操作顺利。客新闻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